Hoodie.国际拳王争霸赛，诚挚邀请您的参加。下面写有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地址位置。 只要能找到爸爸，哪怕只有一次找到他的可能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没想到因为这样，我竟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用你们最高分贝的声音迎接我们的挑战者谢必安。请问，你们派的是什么怪物出来？这怎么打？哎，元导！
你要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再撑久一点。我是无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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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爸，儿子，你看到的只是我的灵魂。什么？什么？爸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10年前，我唯一没有带你去的决赛，当时有一个神秘人，他说只要我能打赢这场决赛，就给我一大笔奖金，够我从此不用再上拳台卖艺。我一听就答应了，但是没想到拳台上的对手不断的出现，好像怎么打都不会累，我才发现他们根本不是在打拳，而是在躲避。我只能拼命抵抗，直到倒下。之后的事情，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10年了，我想尽了办法，也没有办法走出这里。就像被诅咒的亡灵，只能再次忍下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点线索都找不到吗？你仔细想一想啊！对了，有一件事很蹊跷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快说！快说！跟我来。有点像北斗七星，也许就是因为他，我怎么也走不出去。那简单啊，我帮你毁了他就是了。等一下，孩子，要想毁掉他，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奇怪的是，每当有人打赢一场比赛，这里的鬼火就会灭掉一阵。我刚就打赢一场比赛，确实有蹊跷。看来我得回去再打一场比赛。如果赢了，就能逃出这里。不行，不行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在这里被困了10年，10年以来，这欺诈、鬼火，就从来没有完全的熄灭过。你不想知道他们的关系吗？我必须回去，孩子，那个赛场你不能再回去了。往后要面临什么样的对手，你我都很难预料。
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。爸，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不行，爸，你看我，我刚打你一场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你放心，让我去吧。好吧，你要多加小心，我会的。 各位观众，欢迎日本阴阳道师宫城三兽。三一之体，真是不远千里，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。 小姑娘，卡哇伊，我操！嘿，你知道我费尽心机破阴阳出山才会成这个样子？嘿，臭道士，你长得好恶。 看你还能怎么样？看你再出山呢？ 等等，你是人是鬼？什么鬼啊？我当然是人了，你才是鬼！我以为这里只有我才是正常人。你是人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人就不能来这里吗？我是来打擂台的，你呢？你又来干嘛？你过来。嘿，你现在到底在干嘛？ 没有我，别动，说吧。你刚刚问我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上过擂台？对呀，我刚打完一场比赛。那么，你赢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学过降妖除魔的法术的。 法术，你真的会法术？废话。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哎，我自己会走。哦哦，那走吧。哎，不要再贴我纸条，我不想打女人。走走。
没道理呀、啊。走、哎！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走。你要带我去哪？放我下来！好好好，你别吵，吵死了，很快就，哎，你能不能省点用啊？这很不环保哎。看来你还真是个大活人啊。好吧，正式介绍一下，北唐玉。你叫北唐玉？不然你叫北唐玉啊？我叫栾无望。你是怎么跑进来的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反正我是被人邀请函骗进来的。你呢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是印象魔道师，天生就有阴阳眼，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，所以从小跟着师父长大。我还有一个师姐，那天我听到师父的谈话。师父，在北面有一个鬼魂齐聚极恶的地方，里面禁锢着许多无辜的亡魂，使得他们不得转世。鬼师的心意是期盼能够替天行道，此行极险无比，可说是九死一生。为师思考在你们徒儿俩之间选择一名弟子去降魔除妖，但是经过深思的分析，为师认为你比北唐玉更适合去执行这个任务。作为大弟子的你是否愿意弃城前去？师父，徒儿愿意。好，那为师就把这个使命安排给你。谨遵师命，徒儿告退。后来我就偷偷跟着师姐，眼看着她进去，但我进来里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找到她，而且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绕圈，不管怎么走怎么绕都在那个地方绕不出去，就是回到原点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我就闯进了一胎，再来就撞见你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听我说啊？我觉得，哎呀，走。哎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要干嘛？知道啊，救师姐嘛。七星阵，那你懂吗？我是道家弟子，阵所谓鬼火七星阵，是有天枢、天玄、天机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瑶光七个星组成的阵法，但在紫微斗数又称为贪狼、巨门、库存、文曲、廉贞、武曲、破军。讲完了。你说呢？我发现这个阵法似乎跟擂台有关系。每个人打赢一场，这边的鬼魂就会灭一场。你说，会不会是出去的办法？也许还跟破阵的方法有关。那如果破了这个阵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我可没说，我只听师父讲过鬼火七星阵，所以这个阵法的作用，也就意味着。帮助擂台上的怪物复活，给予力量，
怪物消灭，维护也就熄灭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是现在唯一的希望。这阵到底有什么用？只能破了才会知道。你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合作？嗯，言之有理。看来只有冒险一次了。请。啊，没事，女士优先嘛。不，你先请，我殿后。你不是道士吗？陪你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。我赶紧的。好，我去就我去。你好。去哪？我错了，我去。行了啊，接下来这位身手不凡，他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飞天大圣。在这里会有我吗？你快告诉我怎么出去，否则我让你灰飞烟灭。嘿，住手！干嘛？这是我爸。你爸？
对啊，我爸十年前失踪了，我刚才发现，原来他的灵魂困在这里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。亲爸。是啊。抱歉，叔叔，刚才。没关系，孩子，我觉得灵魂受到了某些诅咒，所以不能释放。只要灭了这些鬼火，诅咒就会消除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你去哪里？到我上场了。你还是别去，让我来吧。别忘了，我可是降魔道士。就因为你是降魔道士，会法术除妖，所以我爸的诅咒只有你能解开，我才不能让你有事啊！放心，我会活着回来的。等我哦。别忘了，你也有事情要做。这里所有的铁门我都盘查过了，唯独只有一扇怎么都打不开的，那里肯定有问题。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你小心点啊！爸，我去找一下他说的那扇铁门，你在这等我。下面有请传说中的玉娇战士铁骨钢躯，他就是玉甲勇。Thank you.
这个罐子里的手难道就是我的手？是谁你不用管，他把我的手呢已经被仇家砍断了。我的手，我要我的手，我要我的手，我要报仇，帮鬼王打场决赛，我就帮你把手背接上。你只有24小时考虑的时间，答不答应随便你。我答应你，我答，我要我的手，我要我的手。说了，这些都是死在这里的拳手，只要加以身体伪装，做法招魂，就能使其变成无敌的鬼将。那怎样才能解惑？你永远也不可能出去，没有灵魂可以走出去，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去。想成为下一个鬼将，欢迎你的加入。我打赢了，现在只剩三盏鬼火了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。那边什么情况你看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狼王，喂，我在问你话呢，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好了，把你看到的告诉他。去右臂，那是他的手。对，可是他换了手之后，力量好像比以前更大了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挺好。哎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难道现在你还不明白吗？所有东西都是他们安排的，手是他们给我的，力量也是他们给我的，我还有什么能跟他们比的啊？你是不是还有我吗？好了，不要再折腾了，曹姐姐会有问题，我们还是要想办法。我觉得
只要你们联手，一定能战胜他们。我相信你们两个。敢杀我们怪物！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！那么有请两位鬼将出场，武直、武桑。干嘛？你看那背上的小东西，你来回抓住他。抓住他。我看可能还有别的怪物。现在是只剩两盏鬼火。别怕，就等着他们出来吧。哎，你还挨得住吧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反正我没那么脆弱，你倒下了，我还站着呢。那就一鼓作气，通关以后，出去，请你吃早点，靠谱。等通关出去以后，我要喝三碗豆浆，六根油条。那么贪心啊？只是贪心一点吧。我看你啊，先把病拔好。没钱。飞唐日，啊！
师妹，你终于来了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你师姐，师姐，师妹啊，北唐月，北唐月，北唐月。这些只是幻想，你要用意念来击溃它。师姐，师姐，师父派你来这，因为我担心你，才来这里找你。那日我从师父那边离开来到这，遇到你面，我就意识到非常重的妖气，全身有股发冷战的感觉。我开始四处巡查，突然间一束诡异的凶光出现，我就一路追随摸索到这。当我看着这满屋妖气冲天，我警觉到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就在我想要继续调查的时候，突然一群似人似鬼的红衣使徒出现了。
我比你丧于死，索性你们出现，可以带我灵魂出去。我未尽使命身先亡，有辱师命。如今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带我出去，给师父他老人家认个错。还有，这一切的阴谋，都是那纵火者所为。这里都是被困于此的亡灵，只有打破鬼火七星阵，灵魂才能够解除封印。祝你们好运。师姐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刚才进入了幻境。几个为钱卖命的拳手，一群疯狂的赌徒，他们只是我在无尽寂寞的长夜中寻欢作乐的奴隶。你们两个不自量力的东西，竟然在我地盘撒野！你杀害我师姐，还禁锢无辜的亡魂，我为我师姐向你报仇！破我阵法，杀我鬼将，释放我禁锢的灵魂！哎哎，那么多废话，到底打不打？你们真是不自量力的东西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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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
你没事吧？喂喂，你醒醒啊！你能不能让我再睡会啊？我真的打得好累啊！哎，快跑啊！这里快要爆了！嗯，快要爆了！啊，师姐，师姐。做到了，有你这么勇敢的儿子，我也没什么挂念了。师妹，帮我照顾好师父。师姐，不用想念我，我终于能解脱了，应该为我高兴才是。我们得走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我们该走该走，孩子们，保重保重。保重，保重。爸，爸。师姐，师姐。希望这些冤魂能够早日转世投胎。哎哎，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不是说好吃早点的吗？不许赖皮，走啊走啊。嗯嗯，现在我们是人是鬼？鬼鬼。哦哦，你等等，你等等。有一栋吗？有一栋吗？废话。哦，鬼啊！阮无望，你这个赖皮鬼！